今天带冰冰来帮我老街啊，来这里吃啊，外面下着小雨儿啊，但是还是能看着妹儿啊。我坐到这儿，我感觉选错地方了，因为在这里忍不住看妹儿啊。我一坐这里啊，这腿很白呀，不错啊，后边那个，哎呀，叫黑裙儿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冰冰现在开始点菜，今天晚上小黄酒喝起来，干起来，弄起来，整起来啊，一定要喝，记得喝，腰椎颈椎风湿尿酸喝一次就要配，舒筋活血通络，全身调理，疏通每一个经络，老二的都给你疏通到，所以想干杠杠的，不想干跟没喝一样啊，一定要弄，尝试一下。淘宝搜索九哥财神酒，干弄整喝就得了，125毫升，35度啊，弄弄弄弄它个水帘洞啊，女的喝了也是一样啊，给下边妹妹疏通道啊，水多啊，你们懂，你们懂的啊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，都可以干啊，给你的老二充充电，给你的老二，男人活着就为了那点鸡巴事儿，男人最贵的一个肉啊，整就得了，弄得了，干就得了，喝就得了啊，哎呀，记住了，喝整啊，想几次几次，第二天都不累，舒筋活血通络，一次就给你疏通开啊。现在我们点餐，然后外面下着小雨儿，不大不小的小雨儿啊，很浪漫的天气，很好的天气。然后看看今天晚上我们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，弄点什么，上菜了啊，看看今天吃什么。哇，鱿鱼我爱吃的，这是越南菜，拌菜虾，还有这个扇贝，还有这个螺，还有这个螺，看起来冰冰很喜欢吃海产啊，然后还给我要了啤酒，先喝啤，凉过凉过，太热了，然后再喝白啊，然后两个混着一起来，打开。整上干上，有点热呀，哎呀，OK 开整开喝，哟，冰冰喝点啤酒啊，喝啤酒，啊，太解渴了，哦，太舒服了。看冰冰吃的好吃吗？不吃不吃，应该是凉拌菜，它这个就是跟那个泰国差不多，我尝尝。对对对，凉拌菜不好吃。有妹子现在都不敢瞅啊，现在呀。冰冰现在这些眼神整不明白他呀啊，哈哈的，嗯，美女看不到吧？哎呀，看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美女。对对对，你对你，我用手机可以挡住我的眼睛。你觉得你胖还是瘦还是正好？你，我说你，呀、yeah ，当然瘦了。觉得你现在有点瘦，对吗？一天多一点。一天多空调。比那时候瘦一点。啊！你想再胖一点，对吗？我觉得你再胖一点漂亮。哎，
所以你要多吃一点。平时早晨吃饭吗？只有中午或下午才吃。嗯。好。一天吃两顿。一顿。哦。晚上不吃饭？哎呀，我说你都这样子了，没了，没办法。我的意思是，中午我只吃了一条面包或者一个蛋糕。啊，然后晚上再吃一顿。啊，给给给给。我想让你再胖一点，会更漂亮。难怪你总带我去吃饭。对了，让你想更漂亮一些。那我中奖了，你的急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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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吧吃吧吃吧。雨快停了啊，雨快停了，然后开始上人了啊。哎呀，开始上人了啊！看着没，白鞋这个，正屏幕正中间这个，遥远一望，真的是旗杆啊，真的是得劲啊，真的是看着舒服啊啊！脸转过来，让大家看一看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拍照呢，转不过来。啊，一群呢，看着没，这一定是非常适合钓鱼。刚才背景那是哪个了？我忘了。白鞋，对，白鞋，白鞋哪去了？啊，这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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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鞋。啊，这个白鞋，转过来。看一次，女孩五千。五千是什么意思？不懂，空调。我没有看，我 video 给我的 fans 看啊，我没有看，我给你们看，给大家看啊。哎，哪去了白鞋呢？白鞋呢？我说跟他说句话。啊，白鞋呢？哪里去了？啊，这呢这呢。不错，哎，是他吗？我好像是。好像是啊，那个白鞋，他这腿真直溜啊，但是没有冰冰漂亮啊，还是冰冰最漂亮的，懂吗？啊，第二瓶开喝了，来，要要要，美女啊。我还是最喜欢看冰冰了，啊，真的真的，啊，等你回家了看不到你怎么办？啊，想你怎么办？啊，呵呵，哎呀，开心了，哎哎，你看没？这个都这些都没有冰冰漂亮，你看着没？这么多都没有冰冰漂亮，你看，还是冰冰漂亮，哎，看着没？来，来，哦，为什么小没大蒜灵魂少一半啊？这小块的不然太喜欢，大块的吃着好。嗯，你我吃这个，臭，懂吗？不懂 ，OK 吧 ？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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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不懂，不是我说我吃这个。No 。哎，吃，来吃起来，大蒜啊，整干弄，嗯，第三罐了啊！我手机摆放这边，冰冰就看我，以为来美女了呢，没有美女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就美女，我看什么看呢？刚才我们聊聊天，冰冰还是比较喜欢吃海产啊。我问他最喜欢吃什么，他是喜欢，他说他喜欢吃海产，嗯。
我问他喜欢吃海底捞火锅吗？他说海底捞火锅相对比来说还是喜欢吃越南火锅。火锅你说火锅，对，捞，越南捞，中国说火锅，火，你说火锅，对对对，火锅火锅，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喝起来吧啊，一会儿整它，先喝整皮的啊。最后一道菜，火锅，冰冰最爱吃的越南火锅，越南捞，哎，上来，嗯，看没？看看，先看看啊。哦，菜没来呢，现在只有锅来喽。啊？没有了。呀呀呀呀！这就是越南火锅的粉儿，还有这个菜，还有这个牛肉，牛肉。开锅了，开始下。说实话，冰冰这么瘦还是蛮能吃的。这鱼丸我不知道好不好啊。牛鱼牛肉。什么？很多。对呀、啊、很多，厉害呀、啊、好啊。我喝第四个了啊。现在开始管我喝酒了。哎呀，他说不好，我刚才又要了四个酒，这里没有酒了，啊，他说不好不好，好，喝了睡觉好，奴好，嗯、啊，不喝不可以睡，来呗，哎呀，哥，这里yeah, 来吧，要伤心，啊，冰冰早就知道我失恋嘛。你唱歌好听吗？不好听。你喜欢唱歌吗？等有时间我们去唱歌好不好？我唱歌很好听。但是我的歌唱的不好，你听到了就跑。没事的，我会捂着耳朵听。你不想听我唱歌吗？我参加过节目，15年前。我得过奖，你喜欢中国哪个歌星？我行我秀第七名啊。我只知道演员。哦，刘德华知道吗？哦，没看，刘德华不知道，哎呦，我的偶像啊。你最喜欢的中国哪个演员？汪东海没来的男明白。啊，王传海和射三的敌人。王传海。都是年轻人。苏的帅。超级帅。不是谁我不知道啊。有没有交朋友我看看是谁。啊，看看是谁。这是谁呀、啊、原来喜欢帅哥呀、啊。我吃完了，拜拜了，我回家了啊。
哎，要要要要要要要啊，女孩都是一个过渡。哎，先喜欢帅哥，然后哎呀哎呀呀呀呀，他哎，他说他喜欢我。哎呦哎呦呦呦，这样说我应该再减肥20斤。开始了啊，锅子开了啊，还有这个小花，越南人很会吃的。他这个哎呀，开始下肉了，小牛肉还是什么，这是牛肉吗？是牛肉吗？刚好了。哦 ,OK, 牛肉不胖可以，牛肉可以吃。看冰冰这大碗呐，哎呀哎呀。也胖一点啊，多吃一点啊。哎呀，这都是啊。好，现在是第1、2、3、4、5第六关了，兄弟们。哎呀。现在开始小酒盅来了，国王酒整起来了，六瓶喝完喝国王酒。哎，我还没等我说，冰冰帮我打开了。嗯，平时这个都打不开，今天可以打开呢，打开懂吗？打开啥呀？谢谢漂亮美丽的冰冰。哎呀，哇哇，哎呦，等等等等喝，等等喝，我这还啤酒还有一点点，啤酒彻底喝完再喝它啊。那么混更不行，一口白一口啤，那么混我还不适应呢，只能是啤的喝完白然后再啤，这么混。兄弟们喝完了六瓶啤酒，开始喝光酒了，整起来搞起来弄起来，喝就得了啊。第一杯粥了。哇，冰冰说为什么他干吃不胖，吃很多他不胖。我说我也是干吃不胖，不是，我也是看着有两个妹妹啊，真嫩呐，真嫩呐，兄弟们呐，真嫩呐，真嫩呐，真嫩呐，兄弟们呐。我说我也是嫩，我也是嫩。哎呦哎呦，不错，真不错呀，这个腰真嫩呐，这小孩老好玩了。什么来人、哎、帮我、哎、谢谢。这冰冰反应老一哈了，老坏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感谢美女哟，嗡、哦、这猫嗨吧嗨吧，猫嗨吧哟，猫嗨吧哟，猫嗨吧哟，嗨吧嗡、哦、啊，好，这还补补妆，补补补补嘴唇，你说。哎，啥时候让他化个浓妆看看会怎么样。哎，我这红色的，我的妈呀，这难受啊，又起杆了，兄弟们是难受死了。遇到美女微微一应表示尊重。哎呀，我喝一口吧。冰冰是真大呀，兄弟们，不是假大呀，你看他视野线呢，我的妈呀，我都服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，我喜欢红色啊，我喜欢红色。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就不喜欢黑，除了黑，我别的颜色我都喜欢。就除了黑，红啊、白啊、绿啊、蓝啊、紫啊，但我喜欢粉色，我喜欢粉色。啊？你妈？啊，逮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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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好好好好，科学弄空调空调
毛红的毛夹。粉色配白色。对哦，我们针对 C 不 C 一样，我也是。他说粉色和白色，我也喜欢粉色和白色。我最不喜欢的颜色是黑色。哎呦我天哪，哎呦。帮我搞起来，干起来，弄起来，喝起来，兄弟们。啊，圆圆润润的，真的好啊，冰冰真的好。他这个手脖上那个潘多拉呀，是不是缺俩珠子，有点松散？不行，什么时候送他两个珠子？两个珠子大概人民币，谢谢，谢谢美女，大概两个珠子大概一个200多万，500-600万吧，大概。啊，要不要送？评论到下方。视频点个赞吧，看到现在呀，好不好？我吃虾就是不爱扒虾，不爱扒皮，就这么吃。你好，啊，来，老孙来，美女帮我，哎呀，现在要拿捏我了，原来走动，这要害羞妹行吗？戴上眼镜，哎，看了我一拍他，他有点害羞了。嗯，这个有喝到嘴里啊，就是你抿一抿，就不要那么快容易下去，就是香甜可有点那种香甜的味道啊，就是在嘴里品尝一下啊，不是那么特别难喝。哎，最后一杯了，兄弟们，这一瓶就要喝完了。哎呀，谢谢漂亮的美女。谢谢你哦，今天我看你很漂亮又可爱。哎呦，哦，为什么？啊，好，今天你很漂亮可爱啊，大旁边大外腿也不错啊，耶耶，逮不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漂亮很多，啊，可爱很多，可爱懂吗？对，也疼，耶耶耶。你看我说啥他都懂，你说可爱，可爱，对，哎呀，然后喝完白的继续喝啤的啊，啤的还有，这胡杨总看我，看这条腰的胡杨啊，看着没有灯，这应该是学生间你这条手啊，这条手看什么很嫩，什么都没有。英文公牛啊，你现在英文正常能沟通吗？可以啊，正常啊，冰冰的英文还可以啊，正常沟通啊，完全没问题的，现在是，但是我很少看他说中文。来哟，吃一点，舒服，现在刚上劲儿了。他打字都不愿意看他打的说的啥，那你们在说什么？例如你感谢我，我回复说什么，怎么说呢？我回复说什么，怎么说？空调，真的不懂。例如你谢谢我，我回复没什么，该怎么说呢？真不懂。来，这个说。你有没有病啊？感冒多就坐点来啦。坐个二楼，被听众拿送到二楼了，哪里的呢？比如你谢了我，我说没什么，汉语说没什么就怎么说。
啊 ，QQQ， 嗯、啊，不客气。你说不客气，对，不客气，来来来，不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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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 yes yes，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，我要笑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 ，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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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不客气，不客气 ，yeah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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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不客气不客气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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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买懂买懂买，哎，来吧。这卯牛 OK 了，就 OK 第七个，谢谢，你说不客气，我说谢谢，你说不客气，我来吧，我聪明啊，冰冰很聪明啊，不傻瓜啊，哎，傻瓜了，笨蛋了啊。给我快，给我，不可以不，这是什么眼神？看我喝太多了，他不喜欢我喝太多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准备结账撤了，这一瓶喝完呢。对，哎呀，现在就开始管着我，还没有啥呢。没啊？嗯。1 2 3 4 4 4 5 5 5 6 6 7 7 1 2 3 4 5 6 7 Yes。好，刚才他暗示我，我说他胖一点更好，他说如果胖一点，1 2 3 4 5 6 7 6 1 2 3 4 5 6 6 6，嗯，暗示我就是说，嗯，我说我希望你胖一点更好，如果找女朋友就是玩一玩，喜欢瘦一点的，如果找老婆喜欢微胖的。他说是不是我微胖一点就可以做你女朋友了，然后我想了能有5分钟才给他回答。哎呀，我回答的什么你们猜，评论下方吧。好了，不说了啊。两个人240多，然后撤了，拜拜。